现在去终点，是乌托尔吧 ？PK。现在我觉得 ，Auto Walk 只要拿到比较多我都趴数的话，就是越多越好，因为 DK 好像追不太上，这样讲，因为他的角色就是他角色比较慢一点，无法做这么多的这个伤害，在短时间以内，所以。就反正就基本上就算是希尔克，就算是在职业状态也是跑位银币小子，所以银币小子很好进来，然后希尔克的招式就那个空隙又蛮大的，对，就斩出来就可以很多爬树，太妙了，那现在蛮焦灼的，不知不觉两位已经差不多一样的那个。不过现在 PK 有点麻烦啊，就。哦，现在一样爬树的。差不多。PK 换级这个还不错，看 Auto Walk 能不能这么讲。上丢无法拿到上 A， 现在非常的近哎，对，就还蛮近的，挤出来了，挤出来为什么？还没哎，重点大，干嘛上 B 现在非常的危险，我总觉得，是不要赌吧，不见，现在翔其实对秀哥蛮危险，因为用翔的时候其实也会增加被击飞的那个怕数，不是比较轻吗？就是比较容易被打飞，对，比较轻。好，肌肉出来了，看他能不能拿到一个下丢。对，后空出来。对 ，OK， 现在斩又回来了，看 DK 能不能把这个趴数拉远，距离拉远。前就已经14%了。很痛，好盾出来了。对，用盾是蛮不错的。对啊，因为已经爬数这么高，应该就是效先活着，所以让他们对让 Auto Walk 感觉比较怎么讲？先活着，然后需要把他那个对，因为不好被杀，所以很容易很方便把两边的差距拉开。因为距离越大，就越难让 Auto Walk 赢嘛，已经到46%了。哎，没吃，盾又出来了，斩没有打任何东西。上丢吧，我也盾的非常的。对，对，上丢不是很好。应该就是斩吧。对，现在两边的差距被拉很大。越来越大，就是越难回来。已经78%，好痛！后空，打到，那是前部，直接抓着他，已经95-0，现在阿托瓦有危险。对，不过，但假如 Sonic 玩的非常保险的话，应该就有可能可以回来。对，距离拉回来。难道会动吗？还是会的？我知道。不错，蛮好爬树，伤害蛮多的。现在 DK 就需要找到一个开口，所以他能像上 B 或是后空，就是比较对。其实急的那个下丢头，对，好像急那个下丢头，他现在急都还没出来。对，就是因为但我没出，下丢出来了，很大。他现在需要一个后空，打到前面了，没招，几个没了，好，现在可以，现在 Auto Walk 可以玩的比较，就是比较，后空出来，后空出来 ，DK 拿到第一个游戏，他们现在去春雨街。这个
这个台阶对上来说蛮好的，因为有很多那个不同的小的那个地方可以让上的一个上面。可是实际上，那个终点会比松田更好。也我也这么觉得啊，因为他就是那个让终点可以让松田的跑速获得最大效益。然后效果比较没有多地方躲。对，然后休尔克其实跟台阶有关的 combo 比较少一些。不错，秀哥已经开始，已经32%了。刚那个炸弹啊，闪出来，希望命中的话，两边的差距就会拉大。可是闪普通的在地上的 A 就已经来13%了，很可怕，很痛啊！还打吧，我没有去，还好。现在三人就慢慢把距离挖近。现在只差6%，就爬速越近越好，现在就可以那种上 DO 上 A。对。那距离相差非常的少。我觉得现在春雨街那个 Auto Walk 选的就是非常的有用，它就是看起来 Auto Walk 很有这些多余的空间可以让它利用。还没盾出来了，应该就是往后丢下来让他。我不管，其实用盾的话，就打法就变成保守。用盾，然后的话就是要想办法跟要被打到比较多，因为现在可能机会出来，因为他的奥斩。但是他那个爬速已经那么高，我不觉得应该 DK 要把斩拿出来，但是没有88不够高，哎，88，对，要，但他有那个他已经140%了，那已经蛮痛的了。哦，对对对，认，不过，就跳非常多，希望拿到多一点爬速，能慢慢用自己的后空或是下丢，然后那个翔出来。像是有点风险的选择，对、啊，就是被打了一次，就是有可能就会死掉。对，盾又出来了。对。现在这个状况对秀克比较有利，因为秀克有盾，现在他就算是8级他都不行。哦啊啊！哎、欸、没有，还没，因为是盾吧。上空应该已经死了，因为太高了。125%，现在 DK 还非常有可能击出来，一个普通的后空，不然就是下这些都可以。对对对。啊，打到了，不是很痛吧？啊。还没耶，鸡蛋我不现在有一点麻烦了。他现在不把 Auto Walk 杀死的话，就他说累积的越来越多，那就非常不利。越来越大，累积发速控累积到120%的时候，效益就越来越多。现在乌龙DK非常需要的把 Auto Walk 杀死。对。他活的越久，时间就是让更多爬树的时间。哦，现在乌托尔这状态相称好飞，因为吉飞，吉又出来，吉又出来，吉又出来一次。哎呀，哦，终于下边，好，现在35%，应该还好。嗯。现在DK 就是不要让他距离拉大，然后慢慢把距离拉近。可惜开始慢慢。已经63哦，下去非常的风险非常的大，对的，已经到100了，现在阿托还是0%，现在非常有问题，盾出来了，不过盾如果跑场外的话非常危险，非常，因为它是掉越来越快，对对对，而且会让你变重，对对对，而且那机动力变很差。如果要抓到，就可以。已经还是零了，就出
科女街真的是非常的好的一个选择。对，像奥托瓦也建议，就是玩的非常的有顺利。哎、欸，后恭候一个人。帅傻到。上厕所。打到第三站了。哎，现在啊，被打到了。现在我找稍微暂停的事。刚那一场其实运气不太好，有两三个杀技都刚好没有杀死，然后就被拉长。哦，对，就比较衰一点。不过如果照着刚刚那样打法，其实这场乌托瓦要赢也不是很容易的。嗯，因为这场地好像对乌托瓦比较不利一样。嗯，我是不知道利不利啊，反正平台就是一个动来动去的，下面一个场地给跑。嗯。啊，乌托瓦现在占很大优势，领先了74%。哎，就看那个 DK 能不能保持他原本今天打的样子，终于有点像 Shock 的样子。哦，但是他那个冰袋是让自己转向。哎，这个斩能够拿回多少 percent？ 哇，拿回很多 percent， 效益增加。好，没有料到那个变化。溜冰人，两个人都是溜冰人 ，Sonic 模式。说的比较快。哦啊，莫名其妙的反抓。哎，不错的一个内容。哦。不过这好像应该换盾了吗？对，应该换直接。哦，不错的背。哦，击错。哎呀，啊、这个完全没办法，这个送别一个击。现在，第一个该想了。没错，因为现在乌拉的差速比较高，所以收掉了乌拉。现在双方目前还算是平局。那乌拉又站上优势。啊，糟了！太小。第二命，第三，就是两人都拉了。但是 Shock 虽然97%，不过还有那个 Cheese 模式是多活很多 percent 的。对。我说话现在也没有再那么容易被他那个 Tomahawk Grab 抓到。嗯。他也知道他会那个做假动作要抓。就这样做，就是空跳，然后用抓不出招，就你赶快找地用抓的，就是一个假动作。对，一个假动作。本来那 DK 用了很多，但是那个现在越来越少哦。那个维恩在中的话，就结束。哦，哇，刚刚那个有点，刚刚那个没有抓。啊，气死模式出来了，不过还有42%，气死模式打percent打很少，虽然说自己不会死。这期要怎么说？算一时比较好的策略吧。拿回了场地优势。啊，对对，好像被抢回来。哦，没了，结束了。厉害厉害。啊，没关系，这个不要。